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，在冰原地图和森林地图的交接处，隐藏着神秘的地心门，据说只有在夜晚才能打开。今天学姐告诉了我一串地形码 TTTXXHH， 通过这串地形码，我们便可到达该张地图。当我来到这个坐标轴以后，我产生了疑问，这个地方和普通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啊。我问学姐，学姐说不同就在于它的坐标是444444，这个坐标就代表着灵异。学姐说，你现在需要在这个坐标轴上建立一个宽为4高为6的地心门。我问学姐，学姐，我们地心门都是宽4高5呀，这个怎么是宽4高6呢？学姐说，你别管，这个是特殊的地形码，只有在特殊的地形码中才能完成这个地心门。我建好了以后，我问学姐，这样就行了吗？学姐说，当然不可以，这种特殊的地心门你需要使用星光袍子把它封闭起来。在你封闭完了以后，等到晚上凌晨零点阴气最重的时候，你再看这个地心门，它会发生巨大的变化，长满了蘑菇。是什么情况？学姐此时面部表情凝重，她说，看来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你从后边传入地心世界去看看吧。我现在鼓起勇气进入地心世界。啊，这里的一切怎么都变了颜色？点个关注，下期带你解锁地心世界。